I'm Jeff Herzer, and we are in Shanghai, China, with Conning, who is the marketing manager for the Broad Sustainable Building Group, a group that has literally been on the lips of the tall building world here lately with their announcement of an 838-meter design that can be quickly built, they say, in the neighborhood of 90 days. But even so, it's an amazing project, and you already have one project complete, a 30-story project. Tell me how that went, and if you're able to sell those buildings. 我们那个30层的那个楼呢，是我们远大可持续建筑的一个阶段性的实验产品。那目前呢，我们是作为我们内部的一个接待用的酒店在使用。我们不打算把它拿来卖，而是说作为自己的一个。 酒店来经营，那当然在我们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手续之后呢，我们会对外来经营。 Without saying too much about the technology behind this, the technology allows you to build buildings of more or less any size and shape, is that right? 其实谈我们可见的话呢，肯定会要谈到很多的一些技术指标，就即便是说我 我不懂技术，但是对于这个技术指标呢，也是必须作为我们的员工是必须要全面了解的。这种可见来讲呢，它跟传统的建筑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呢，是蕴含了有很多的科技和技术的成分在里面的。那么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这种模式呢，就是以这种全钢的结构，然后工厂的制造，现场来装配。 那么模块化的设计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刚刚您提到说我们这个可以设计出什么样的形状？那我的因为是模块化设计，我的一个模块的就是我们叫做主板，那么它的一块主板的尺寸是3米9乘以15米6，那么根据这一个主板的尺一个主板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一些设计的需求可以。 I'll ask one more question. Why did Broad Group announce an 838-meter building? What was the company's purpose for wanting to go that large? 这个动机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很简单，可能外界有很多人说，说你要建一个什么地标性的项目啊。 赏心眼球啊，但这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三个，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从节省土地、减少交通、减少排放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这是我们第一个目的，从社会层面上来说。那么从第二个层面上来说呢，我们希望能够给普通和老百姓都能够提供，让他们能够享受到更高品质的住宅居住环境。 那么第三个目的呢，那就是说我们想能够对我们自己的可持续的这个技术有一个大的提升。同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呢，如果这个规模越大，就是建筑的规模越大，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效率也越高。That brings up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because there seems to be there's talk of disparity between people who live in high rises and people who don't. You know, that the richer people will, or the better off will live in high rises, and that those who don't have a lot of money will not. Is this one way to bring the same quality of housing to all classes of people? Can this be adapted for that?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对于普通来说，他住超高层，可能只是从这个，可能拥有这个更独立的空间。 更好的景观这个层面上来说的，但是我们有另外一层的含义。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由于我们的这个结构就是它比传统的这种结构呢更安全，那么更健康。那这两点来说呢，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抗震等级上是最高的一个等级。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有100%的新风，然后同时呢就可以我们通过新风的3层的过滤。 可以消除99.8%的就是大气中PM2.5的就是可吸入的这种颗粒物，达到了就是整个的大楼里面的洁净，空气的洁净。那么高 P
品质的这种空气，然后非常高安全性能的这样的一个一种安全系数，还有一个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这样的一个舒适度，然后让它能够获得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高品质的生活。 怎么说呢？我现在还是想说一下，可能大家对我们的这种可见并不是特别了解。那么我们的这种方式呢，跟传统的建造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是一种变革。